越过了山坡，顶着太阳的我，喜欢汗水划过脸颊那一刻。你路我很多，逞强说会赢我，不得不说你再次遇错对手。看月一朵朵拼凑成我们想要的模样，你会笑着对我说，有着初相望。你一边弹琴，我一边唱歌，树上的鸟儿也在跟我们和，小小的人呐、啊，在大大的银河，用光速连接我们的快乐。这微笑的泪水是幸福的，你每一次调侃我都记得，当我撅着嘴，你躲到我一侧。我喜欢喝，那君多吃菜啊，下回就做好了啊，下回。哎呀，老板呀，轻松了啊，考完了。哎，你也出去玩一圈去吧，你吃点好吃的，长长见识。就报一个那个专门给你们准备的那个，就专门给学生准备的那叫什么什么夏令营？夏令营？嗯，叫什么？游学夏令营，有这个吧？我听说左岸就报了一个去玩去了，你也报一个吧。左岸去夏令营了？嘿，今天听我们护士站的那些小护士那儿议论，说左岸去了，还跟了他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同学，今天一块参加高考的。嘿，我给那些小护士给羡慕的哟，说左岸帅，都喜欢左岸。你说那些小护士，那左岸还是个学生，就这么说人家。我这衣服洗好了。哎，爸，你知道左岸什么时候去的吗？他走了吗？说是今天下午吧。今天下午。这是干什么？嘿，人呢？我到底在想什么啊？青梅竹马了不起吗？青梅竹马就会是左岸喜欢的人吗？我和左岸从幼儿园开始还是同学呢，未来五年也一直会是同学，是不是谁呀？哼！救命啊！你爸什么意思呀？大门都不让进，你这么多天跑哪儿去了？连人影都见不着一个。我一直都在家呀。你爸不是说……哦，
我知道了，你爸呀怕你被人拐走了。去你的吧，我爸是怕你把我带坏了。哼，你不把别人带坏就不错了。小满，最新消息，我改签了明天的火车票，要不然你那么多东西谁放你的呀？这也就不用你操心了。我听说有很多高年级的学长闲得没事干，专门给新生年报呢。那得是好看的，你这样的假小子。展越，你信不信我把你重新挂上去？继续。哎，雨伞，然后这是你治咳嗽的、治感冒的，还有创可贴，这些药都得带上，应个急。然后这是你最爱吃的辣酱，嗯。哎，别，爸，辣椒酱就算了吧，这多容易撒，也不方便，哪儿都有卖的啊。药我们学校也有卖的。行，那药带上，辣椒酱就不带了啊。哎呀，这还有什么？哎呀。哎，枕头带上吧。哎呀，你睡惯了自己的枕头，你就换个地儿，再换个枕头，你更睡不着觉了。这要再湿了，别耽误了学习啊！你看，爸，给我站地儿。咱们仨这张照片，你这头一次出远门啊，爸爸妈妈就这么陪着你吧。嗯。被子，哎，你这是睡惯自己被子了，你学校的被子肯定不如咱家自己的舒服。哎呦，爸，你别这样，真的装不下了。我保证，我会吃好、喝好、睡好，好不好？放心。好。你看，爸爸也没请下假来，也没法送你了。你这路上真就得一个人照顾自己了。没事，还有展越呢。咱们凡事都得往最坏里做打算呀。好。还有东西。啊。不知道左岸回来了没有？好想和他一起去报道呀。儿子。这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正好我明天临时要去你们学院的附属医院开个会，一会儿咱们一起走，机票我都给你买好了。爸，明天的车票我都已经买好了。哎，我送你去学校，多好的事儿啊！别落了东西啊。爸，半个小时以后出发。我已经到学校了，小马，咱们两个学校离得真的很近。你什么时候到呀？我30号早上8点到火车。小满，闺女，大学生，嘿。
起床了，起床了啊！上火车站喽！起床了，起床了，东西都收拾好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才6点，不是8点的火车吗？那个，爸爸看错票了，咱们应该是7点的火车。快起来，起来！啊，7点？啊，那展越怎么办啊？哎，咱们能不能别老展越展越的？没展越，咱们就不去火车站了，咱就不去上大学了啊！你到了学校，没事也少联系他啊！我先把箱子给你拿上去。谁呀你？你敢推我们家囧囧？什么情况啊？你是谁啊？囧囧，就是这只猪吗？你不知道我是谁？我为什么要知道你是谁？全校没有人不知道我是谁。全校都知道，为什么我就要知道啊？你是校长吗？我现在连校长是谁都不知道。你真不知道我是谁？你找我练绕口令呢？你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吗？那你为什么要带着猪来学校？这里是校园，不是你家的花园。你真不知道我是谁？你有毛病吧？你复读机啊你！算了，只要你向我道歉，我就不和你计较。道歉？我向你，其实你知道我是谁吧？还知道我有多在乎我们家囧囧，故意找这种方法接近我吧？看你这样子，是新生吧？说吧，从哪儿搞到我的资料的？贴吧还是微博？你到底在胡说什么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是你的猪先撞了人，难道你不应该道歉吗？小学妹，既然查了我的资料，就应该最清楚，我最讨厌别人在我们家囧牛面前说他是猪。你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说了4遍了，如果你再说一遍，我就真对你不客气了。那他不是猪是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这样说能够刺激我呀？好让我对你印象深刻呀？算了，我看你这个样子也不像是个学生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说我老？站住！
你刚才真的不是为了故意接近我？我警告你，如果你再胡说八道、胡搅蛮缠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怎么，你还要打我呀？来，往这儿打。你打一个试试看啊！你到底打不打呀？浪费人家表情。大家都知道啊，我沈晨阳向来说到做到。如果他今天真的敢打我，我就让他做我这学期第一个女朋友。小学妹。你敢打我？这个臭流氓，神经病！流血了！臭流氓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故意带着你的猪在这里等着，想欺负单独来报道的女生吧？今天遇到我，算你倒霉了。以后如果再让我看见你欺负人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那不是沈晨阳吗？他竟然挨打了，他不早就应该被打了吗？是我怎么了？你们瞎拍什么呀？不准拍！啊，我明白了，你就是要故意整我，对不对？不服气是吧？那我就说到做到，见一次打一次。顾小满，卓安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不去报道？我。临床系新生报道的地方在学校南区，走吧。哦，我来。等一下，我们俩的事儿还没了结完呢，着什么急啊？这位同学，凡事都要适可而止。作为一个男生，欺负一个大一刚刚入校的女生，不觉得很过分吗？你又是谁？敢这么和我说话？临床系大一新生，左岸。我管你什么左岸还是右岸，先给我靠边。想要英雄救美，等我先跟他的恩怨了结完了再来。他拿过八次三大冠军，我刚刚已经替你挽回一次颜面了。而且你现在可以看一下学校论坛，已经炸掉了。作为南都医科大最有影响力的学长，如果不想再丢第二次脸，我劝你到此结束。这是最让我惊喜的开学日，左岸，他刚才好帅呀！小学妹，等我再给你搞一个更好玩的欢迎仪式，欢迎你入读南都医科大学。让开，让开！来不及了，顾小满，我可算找着你了。展越，书呆子，看见没有？你能考上大学，我也能考得上。没话说了吧？我说你当了这么多年学霸，一点用也没有，
现在咱们俩不还在一条起跑线上？我帮你拿。哎，给我。小满，我帮你打听好了，你们宿舍呢就在那边，一会儿啊我送你回去。书呆子，该忙忙你的去吧，不是还有人等你呢吗？嗯，知道了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哎，左左左左左左什么左？人家不想理你。你刚才说话也太损了吧，明明就是你那句话说得太过分才把人家气走的。小满，你太天真了吧，你太单纯了。都怪你，人家是找人家女朋友去了。女朋友？我亲眼看见的，在校门口两个人一起下的车，一看关系就不一般。青梅竹马？什么青梅竹马？那个女孩子一定很漂亮吧。嗯，还入不了本王子的法眼，跟你比还差一点。小满，哎，慢点儿。床戏的，还是一个宿舍。完了，这下脸可丢大了。你怎么刚来就惹上那个奇葩学长了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这家伙什么来头啊？他今天没碰上我，算他走运。他要是碰到我，我打到他满脸开花。就是，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他叫沈晨阳，超级富二代，可是我们南都一大的传奇。比我们大好几届，连续好几年都毕不了业，所以啊一直留在咱们学校。连续好几年都毕不了业？临床系有这么难吗？他毕不了业和难不难可没关系。听说呀，他平时根本就不爱读书，就喜欢和女生玩，尤其喜欢恶作剧。哦对，那头撞了你的猪，听说就是哪个前女友毕业了给他留下的，那可是他的心肝宝贝。这样的学生，学校怎么不把他扫地出门呢？比我脸皮厚的我还真没见过。据说他除了恶作剧也没做什么真正违反校规校纪的事儿嘛，就是有时候招人烦点儿。我还知道一个更劲爆的情报。嗯，你们知道这个床铺是谁吗？孙安宁，副校长孙学军的女儿，今年临床系录取分数排第二，肤白貌美，读书钢琴样样精通，还会跳芭蕾。哎呀，真正的公主呀。公主？你们接下来几年要跟公主住在一个宿舍，有你们受的。这叫走运好不好？我们跟他同住同进，以后有的是好处呢。就怕你们这个公主三观不正，性子偏执，刺你们一丈红，把你们一个个全部打入冷宫。行了，贾云，少说一点。爱信不信。我觉得周丽娜说的挺有道理的。你们看，人还没有看到了，床早就铺好了。这算什么呀？近水楼台先得月嘛。他家呀，就住在旁边的家属区。宿舍嘛，我觉得他不会常住，不过也说不好，毕竟什么，你们都有男朋友吗？嗯，没有啊。男朋友可是件奢侈品，我可没有。不过呢，我曾经偷偷暗恋过一个男生，只不过后来考大学的时候没有考到同一所学校，本来就是一厢情愿，现在就更没可能了。顾小满，你呢？我
暂时没有。什么叫暂时没有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将来或许我就有啊。废话，将来我们都会有。我是说现在。他呢？他呀，他就是我邻居，高中同学。哎，你怎么把我们的关系说得这么生分呢？啊？我们从小一长大，两小不猜。行了，展越，你赶紧回去吧，你赶紧回去。哎，干嘛？回去吧。那你等我一会儿啊，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，然后我们一起吃饭。我知道有一家面馆，价格公道，味道很赞。好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你们是青梅竹马吧？真羡慕你们哎！你们俩误会了，我跟他怎么可能呢？他就是我一个无话不说、偶尔欠揍的邻居，跟你说的那种关系半点边都不沾。怎么说呢？叫好兄弟更贴切一点。我信。哎，这一下呀，咱们宿舍。估计只有公主有男朋友喽。哎，我也是听说的啊，咱们公主的男朋友就是咱们这届的新生的高考状元，是吗？名字叫左岸。再搅就成浆糊了，这么好的面你不吃留给我呀？吃货，给你。我了不吃是傻子。学校后门有一家牛肉面馆，我在那等你。啊，那个，我在。谁呀？沈月，你吃饱了没？没呀，我肚子刚填饱了一半。吃饱了赶紧走，快点。催什么催啊？你不怕噎着我？刚才谁呀？我。那我走了，你吃吧。那我请客你就这么不给面子？左岸，哟，买单的来了。这届的新生状元左岸，是他呀，好巧啊，你也在，刚好我们可以聚一下，趁着还没军训有时间。也对，毕竟呢，我们在一个城市，也在一个班，我们书呆，左同学。想得周到，小满。两盘牛肉被你吃了一盘半了，快！你们不吃怪我呀，不够再点。左同学请客呀，而且我今天帮你抬行李，感觉自己身体亏得慌，我得补回来。你就不怕撑死？总比饿死强。左岸，
今天谢谢你帮我解围。我听说那个抱着猪的家伙名叫沈晨阳，是这个学校的留级生，平时就喜欢惹是生非。今天要是让我看见他，我打得他满脸开花。展越，你以后别随便就说把别人打开花，这已经不是我们高中了，以后不能随便打架。吴小满，开学第一天打架的是你吧？你都把人沈晨阳的鼻子给打歪了，你还说我？你跟我挤眉弄眼干什么？装什么淑女？连吃饭都变优雅。平时你要是饿到现在，你跟下山抢粮的土匪有什么区别？展越，你能不能少说几句？你平白无故教训我，还不让我说了？哎，我吃饱了。小满，你吃饱了吗？我也吃饱了。嗯，那我去结账。展越，给，回头把这钱还给展越。顾小满，时间还不晚。我刚刚才听同学说你跟朋友去吃牛面了，都怪我今天只顾着排练，让你等了一下，我是不是都饿坏了？安宁为了排练一天都没吃饭了。好啦，你们快先去吃饭吧。好。左安。哦，这位是顾小满。你好，我是苏安宁。你好。咱们得先去趟戏里，晚上你代表新生发言，我帮你把稿子对一下。还有啊，你爸给我打电话了，说过两天会来家里吃饭。顾小满，啊，我先去趟戏里。啊，好啊，正好我也回宿舍了。小满，新生晚会记得参加，会有很多精彩的节目的。好，拜拜。节目是由临传系新生孙安宁同学带来的芭蕾舞表演。我早就听说了，孙安宁今天晚上会惊艳亮相。
安宁这次可不得了了，他这一出场，全校一半的男生都该被他迷住了吧？好羡慕呀！我为了考大学，连恋爱都没有谈过，就是等着在大学的时候把全国的版图都给挤满了。哎，丽娜，你喜欢集邮啊？不是集邮，是集……算了，有孙安宁这样的人物存在，我什么都不用急了。笑在镜头中，不小心风吹皱了眉头。我们一起踮脚撑起手，静静着躲进太阳雨里不走。像吹落的蒲公英漂浮着，在风雨之中掉了，像一个从天空来的旅客落下了就安家了。太阳雨在下着，放晴好了，落泪后就晴了，担心什么害怕什么，别怀疑生命中的每一次抉择，太多虑了反而更不快乐，遇到什么不如就接受，把昨天的曲折，把不安的忐忑全都收好了，让笑容盛开着，太阳雨是短暂的，在下着，放心好了，落泪后就晴了，担心什么害怕什么。